是11月9号，2019年，现在的时间是6:40。这一次我们去 Bangkok 最主要是去，他是过去 Bangkok 那里开会了，然后我刚好也是在 Bangkok 那里有工作，所以就这一次就飞过去了。On the second floor, huh? Your bag I take care for you. Huh? Okay.早上10:30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现在要过去 Platinum 那里，然后我们从我们走路这里去到 Platinum 那里差不多要半个小时。我刚刚吃饱嘛，所以就走路过去了。现在是在香白乐宫这里，我们经过香白乐宫这里，然后这里很热闹，一下很多人呐、啊。这里有 event， 我们继续走。平底咯，比较硬哦，像我这个这样，比较硬哦。我现在到了巴布纳姆，这里会比较窄一点啦，然后这里也比较多 local 的人啊，我看东西会比较便宜这些咯，然后比较当地啦，比较当地的那个卖的东西。哇，这也是没有冷气的啦，是比较属于那种 outdoor 这样子走的。它有个地区是有比较冷的地方的，要走到里面。嗯，够甜。我们现在在路边这里
等那个来，差不多要等20分钟，所以我们坐在路边这里，休息一下也是啦。然后我们 order 的是叫 basil chicken 啊，就是炒泰式的一些炒鸡肉的饭的。是吗？对啊，比我们平时吃的辣很多。嗯，好吃也是，比较辣一点。嗯嗯，好吃，好吃好吃。嗯，这边最多一碗。对啊，太辣。我觉得好吃。后劲很强。好吃，这个就是当地的，当地的梅式鸡跟 rice。Where are we going now? 我们现在去 Chatuchak Weekend Market。他拜一拜二没有开，拜三拜四，拜五拜六拜日都开。因为他只开到6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去那里。走。这里哇，这人很多。这里有在选你要什么口味。按照鸡东嘛，鸡东，然后我们去那里的奈 market， 然后吃一点我们的晚餐。他辣妞奈奈 market。好，就先到点点。